大家好，我是摩斯，今天晚上是喵咪大战争。今天呢，要跟各位介绍是猫咪大战争最新的改版资讯哦。那就跟他跟着懒得鸟你的一个合作活动哦。好，先把奖励顶一下哦。好。那这边有他的转蛋介绍了，这就是全新哎，结束了，可他的合作关卡还在哎，哦，反正就有一个懒得鸟你的合作嘛，哦，啊里面呢就有这个合作关卡哈，还有本次登录的就赖贴图哈，懒得鸟你合作，啊里面有所谓的一个出现合关卡哈，啊还有天天送有各种道具哈。那这游戏其实还蛮受小朋友喜爱的，我发现蛮多国小生在玩，不错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次看到在边上看到有人在玩猫战啊，笑死！说哦，原来这款游戏那么受小学生欢迎，那就不就跟赛尔号一样吗？好，那这次他有送我们一只懒得，诶，我什么时候推了我都不知道，反正这次有送我们一只直白妹啦齁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拿它来实战演示一下。其实这游戏也是蛮轻松的，就是他没有什么要烦恼的事情，他就是你经验值花完你就可以下线的那种，然后记得把握要刷好刷满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演示一下这一只好了。诶，这是我的哪一队啊？好，今天的重点很简单哦，我们就单纯打那个懒得鸟你的战帖给大家看哦，然后消耗50个月历这样子哈，来咯。哦，还有文字了，有文字了，有非常可爱。哇！哦呦呦，我说我们应该可以顺利获胜吧？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这个活动刚才真的是简单哎，所以它到底可以干嘛？哦，懒得鸟！哇操！好，我们今天就打好打满，那打不过再开宝物去得一只好。今天这集的重点一定要得到一只 ，Ready Go！ 哎呦，越来越凶了。你这个活动就可以证明了这个关卡了。那猫战一直都是非常轻松的手机游戏了，经典的塔防，主要是它的角色很多元，750750，哇，好帅的小鸭，就是我们这样靠快还蛮快的，我主要是为了把那一只刷出来。哇，这样也可以全回复。欸，是我这样就过关了。哇操。我看一下雷达好了。并不是企鹅。欸，那这个活动话也太简单了吧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新手的话，你应该也可以有一只哦。准备率 simple。呵呵。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齁。祝演示一场。750750750。用480，750750750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得到一只所谓的鸟猫，有速度非常快哦。哇塞，我们这只好可爱哦，还给有一个赞，我还繁中化哎，不是啊。哦，所以这样就得到懒得鸟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懒得鸟长得怎样，然后它是哪一种的？所以它算是哪一种的啊？我是在今天送我们直白妹，我所谓的懒得鸟。我是我不知道它是哪一种的啊。
不可能是我们超机啦，机器也不可能，那就是一个 X 哦。哇，你们看一下摩格社角多多啊！哎，下次要从升级那边进去 ，sorry。我跟各位观众讲一下，你们要得到新角色，你们要从升级那边进去。你们从升级那边进去的话，你根本就不会得到看到那一只。这是我玩很久的一个观念，跟各位新手修正一下。哎，喵藤帽什么时候有啊？阿兰德鸟嘞？加，就够抽烟哦。好，来自懒得鸟，你的战帖，那免费送一只懒得鸟哈。所以如果你有玩的话，你可以来玩玩看，那他可以送你免费一只懒得鸟。好啦，喜欢《剑魔战》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，拜拜。